养死新闻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2018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狗年行大运，狗年大吉。心态上其实，比前两次会稍微的放松一些，可能前两次更多的是一种表演的状态，然后这次就真的是开开心心去给大家拜年。对，春晚结束，今年其实挺晚的，回家可能就洗洗睡了。其实就是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去发新年快乐的这样的祝福。印象比较深的节目，以前就是看春晚，就是比较期待一些语言类的小品比较好玩，然后呢还有就是周杰伦上春晚的时候会期待一下，尝试的，我其实挺想尝试一下小品。2017年我觉得收获比较大的很多吧，不光是学习上的，还是一些生活上的，包括工作上的，我觉得收获都蛮大的。我觉得比较多的还是就是成立了一个基金会，能够去给那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去捐助一些图书，捐去建造一个图书馆，让孩子们可以去去看看书，然后启智，很有意义。2018年的新目标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就是想把最近拍的这部戏给拍好，变成音乐。